哎，哇，这文案写的真好，抓住幸福有的时候比忍受痛苦是需要更勇敢的。哦，哎呀，他们36问这个情绪还是有层次的哈，好像就是不容易太进入那个情绪里面。对，都在刻意回避。哦，36问的核心是自我揭露，是信任对方，把自己的真实的东西拿出来。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进到这个语境里面去，所以那些问题就失去了那种力量感。嗯，平常我们都觉得张赫这种动不动哥们的，他应该才是主导嘛，他应该才是对话当中的那个主角嘛。可是你看，像郭柯宇的对话当中，他从头到尾都是被影响的，被摆布的，就是戳你一下，哎，就怎么样，逗你一下，哎，就急了。我自己的感觉是，郭柯宇其实从头至尾并不准备好在18天里去回答我到底有没有爱过你这个问题，也并没有准备好。非常同意。他的目标是说，这些过去了，我们下面就是怎么能够建立新的模式，好好相处就可以了。我只是想在这18天里跟你重建是新型的关系。但对张赫来讲，他来这趟旅程，他其实往回看，他不断在问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，所以他们方向很不一样。那郭柯好像又在某一个问题上突然一下情绪崩溃了。对，就在说自己的过去的时候，他可能有可能说，如果没有迅速的进入到这个婚姻，他有可能还继续努努力拿到一个好的剧本，拿到一个好的角色。可是在这10年以后，他可能觉得婚姻没有带给他可以再回到他想演的，所以他一直在期待可以 come back 这个机会，或者他遗憾这个时刻迟迟没有出现，所以他就破防崩溃了。我其实很心疼郭柯宇，因为我觉得其实郭柯宇常常代表我们女性的年龄焦虑。我觉得这个焦虑可能男性不太会理解，因为对我们女性来讲，真的很多时候人们衡量，尤其是女演员，她就是有一个非常苛刻的黄金年龄。可是这个年龄里面，我们又不得不完成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人生的大事，社会又没有给到我们足够的机会，这种困境也都是在的。而郭柯宇他也不能抱怨，因为都是你自己做的选择，你不得不自己承担所有选择的后果。是的，尤其是张赫很直接的说，你说别人说也就罢了，他就直接的说我还能演，但是你就很难演了。是的，这句话哇，我就觉得就是他，可是事实上又是说出了这个事实。所以在爱人面前啊，还要维持自己的自尊，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，很难。就是你都说我是艺术家，所以呢，我能不能真的跟你暴露出让我觉得痛苦的地方，让我觉得难堪的地方，他其实不好讲出来。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人的过程当中，每一步都是在互相要保住自己的自尊。张赫跳脚是因为他想要保住自己的自尊，郭柯宇故意的就不跟你走心，然后跟你这边谈笑，是因为我也要保住我的自尊。对，然后双方每到一个稍微打开一点的时候，比如说那你有没有一秒钟想过要复婚？没有，马上又要再关起来，因为我问这个问题就已经是丢自尊了，然后我得到一个这样的答案，是双方都越垒越高，越垒越高。为什么每次我一打开心门，对方就会关掉？因为在竞争关系里面，那是我可以赢你的机会哦，那是我可以赢你的，因为你一直关上，我连赢的机会都没有。低头的就输了。